据台湾媒体报道，优质偶像王力宏昨日在微博秀出一家三口牵手的合影，照片里王力宏与老婆李静蕾紧握女儿的手，画面十分温馨。他铺文：你的妈妈亲手做的蛋糕，亲爱的女儿一岁生日快乐。李静蕾一双巧手做出可爱造型的翻糖蛋糕，网友纷纷留言：好幸福呀，小手好可爱，祝你们幸福哟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翻糖蛋糕，网友纷纷留言：好幸福呀，小手好可爱，祝你们幸福哟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手画面十分温馨，他铺文：你的妈妈亲手做的蛋糕，亲爱的女儿一岁生日快乐。李静蕾一双巧手做出可爱造型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优质偶像王力宏昨日在微博秀出一家三口牵手的合影，照片里王力宏与老婆李静蕾紧握女儿的手。